对，我现在很紧张，这场戏要改了，改成我惨败了。这里好，好好，谢谢。教练是三届的冠军，五届的亚军，今届接近的教练。队长。对，你就这样讲，你哦，先一开始看他，哇，我们家有没有你一个还是个够点？一过来以后，我发大了上去，打一个这么简单。OK， 好不好？喜剧一点。最后那个，老师你就往后叠就好了。他不会打到你的，对，而且我不是怕打到，我觉得很可笑，我可笑，不可笑啊？对啊，不可笑，真的。就是一种艺术，无畏艺术的牺牲，非常好。跳，非常硬才不会变通。你如果不停的话，我刚刚没说话，你刚刚说话没打下巴。对自己的拳，也会自己打自己。贴到那个自己的下巴，我会贴在你身上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你们要打拳击的话，那我如果躲的话，我是跑啊。不，你就什么步伐？我也是前后脚。你是左撇右撇？右撇，那你就前脚为轴心。这样，就是一直半空面对着我，那怎么画呢？我是上海疗伤。加油！加油！很逊，非常逊。我看你已经躲在角落，他没有哭而已。来。你一点都不开心。刚刚拍了一场我打拳击的那个一段戏，那剧组里面给我安排的对手呢是这个拳馆里的教练，那我当时看到之后就很紧张，我还有一定要把他打倒。
然后我没有自己没有这个底气呢，就是 NG 了很多条。二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什么这个东西，连基本这些步伐怎么样我不掌握，还是教练他一点一点教给我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委屈了，没事。